大家好，我们这次来看的是 HiFi Man 的最新款的 Edition X 平面振膜耳机。我们把外盒的纸套拆开来，这是它的包装箱。整个包装箱做了皮面的设计，看它的缝线，看起来相当有高级的味道。开口处还有皮质的拉把，我们把它打开。打开之后看见一本说明书，里面有售后服务卡，还有产品的保证卡。我们把中间的盖板打开，里面放着其他的配件，包括两条耳机线，这条是短的耳机线，可以让你桌上使用，或连接你的手机或平板电脑。这条是比较长的耳机线，它的端子也是比较大的，标准的 jack 6.3mm 的，里面还有一个转接头。接下来我们看耳机本身，这就是 Edition X。我们试着把它打开来看，它的耳罩相当软，这边是绒布材质，里面的 cushion 感觉相当舒服。整体来讲，它是轻量化设计，所以整个耳机拿起来并不重。头戴的部分相当宽，也可以平均分散头戴的压力。两侧高度长短可调。接下来我们把线接上看看，它的接孔在这里，请注意左右。接上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试听了。